我们向国中小学生推荐九阶教材，让学生们可以用电脑线上学习。九阶教材里面有学习、测验、检索三大功能，让学生们可以边听边学，学习后还能利用测验自我检视学习结果，碰到不会的生词还可以用检索功能查询。句型篇国中版、高中版。句型篇分为国中版、高中版两部分，有详细的单元分类，文字搭配音档，也可以利用测验的功能检视学习成果。如果想要离线使用，还可以自一乐园的资源下载中下载所需要的档案。文本内容可以在资源下载中的教材档案找到。学习系统可以在资源下载中的学习教具下载。对于没有网络的学习环境来说，是非常好使用的哦。生活绘画篇。课本之外，最能学习主语的就是生活中的情境绘画。在生活绘画篇里，有很多生活中常出现的情境对话，主语中文搭配语音，很适合三两好友或是同学一起练习。资源下载，在资源下载中，有许多学习的文本教材可以提供需要的民众下载。尤其是句型篇离线版下载，以及句型篇的 APP 下载，方便各位国中、国小的学生随时随地的学习主语。